要小看族群性的意义，尤其如果一个族群，它原本这个族群是在走多头的，那当这个走多头的这个族群在非常热的当下，竟然出现了集体性的月 K D 死亡，我觉得金融股最近是很多人关心的。那我除了看到金融股最近有一些这个获利衰退的讯息之外啊。 另外，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些警讯啊，那这个警讯也是想要提供给大家。那因为过去其实大家知道我会用的一些指标，那通常这些指标都有一些参考的价值。那其中对于金融股来讲啊，最近有一个比较不利于金融股未来走多头的一个，就是金融股出现了集体月 K D 在高档死亡交叉的变化。 比如说四月底的时候，出现月 K D 在八十以上死亡交叉的金融股有永丰金、兆丰金。你看兆丰金当时的股价是四十一点六，还包含了和库金、开发金。开发金四月底的股价是十七点九五，另外还有新产，还有第一金。第一金在四月底的股价是二十七点八，还有台新金。在四月底的时候，这七档金融股全部出现月 K D 在八十以上死亡交叉。 那、啊、另外，五月份加入月 K D 在高档死亡交叉的股票，又包含了像中信金、华南金、玉山金、联邦银跟台中银。这个其实，当机动股如果出现了集体的月 K D 死亡交叉的时候，基本上它会有一些压力。这个代表了它先前的这个多头走势，其实可能结束的风险其实是蛮大的。 那谈到了这个月 K D 压这也是庆荣长期以来常常会在很多节目或者是在我的直播频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种策略，而且这个策略是非常简单，因为庆荣认为其实投资越简单越会赚。那其中这个月 K D 压其实有三大妙用的方式，第一个就是高胜率的买低卖高的策略，因为。 按照大数据在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二一年长达十年的统计，其實月 K D 如果你在低档买进，在高档卖出，它平均的胜率可以来到七十一 percent 哦，平均的报酬率可以来到八十四 percent，所以是在技术分析指标中少数胜率可以来到七成以上的。庆隆平常不太用技术分析，但是却会参考月 K D，是因为它在大数据的统计分析中。 是少数能够来到平均胜率超过七成的，长达十年的历史回撤中都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在不考虑产业面、不考虑财报面、不考虑筹码面，单单纯纯就用技术分析的月 K D 二十以下黄金交叉买进，八十以上死亡交叉卖出，平均胜率就是七十一趴。那除了它是一个高胜率的买低卖高策略之外啊。 不要小看族群性的意义，尤其如果一个族群它原本这个族群是在走多头的，那当这个走多头的这个族群在非常热的当下，竟然出现了集体性的月 K D 死亡交叉，那通常的结果都会有这个向下修正的压力啊，比如说像去年的五月份，当时的面板股包含的群创、友达、彩经同步的。 月 K D 在八十以上出现死亡交叉，我们不止可以告诉大家当时的面板股的多头走势结束了，它甚至还面临到一波修正的压力。那持续进入到二零二一年的七月份，当台股的投资人都还在封航海王的时候，但是长龙、阳明、万海三个货柜三雄，竟然在二零二一年的七月份。 不约而同的，一起出现月 K D 在八十以上死亡交叉。那当然，这个死亡交叉完之后，不止结束了前一波的多头，甚至开始面临到一个回档修正的压力。那今年呢？今年一月份，其实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其实在外资当时有非常看好一个族群，叫 A B F 窄板。那时候 A B F 窄板的蓝电，有些外资把它喊到目标价来到一千块。 所以很多的投资人就在疯狂的追逐这个 A B F 的窄板，告诉大家，哎、欸，这个未来很好，这个非常具有前瞻性。但是殊不知，其实在今年的一月份，A B F 的窄板的三雄，包含的南电，包含的新星，包含的景硕三档，不约而同的出现了月 K D 在八十以上死亡交叉。死亡交叉完之后，这个很明显，我们看到 A B F 窄板就开始面临到蛮明显的一个修正的压力。 那刚才有特别提到说，五月份五月份的时候，这个二零二二年的四月到五月份，当系统观察到这么多的金融股在四月份、五月份一起出现月 K D 在高档死亡交叉的时候，那它的警讯就出来了。当然，月 K D 出现高档死亡交叉，它不一定会。 往下跌，不一定往下跌，对。但是它会有两种状况嘛一种的状况是比较好的状况，是叫以盘代跌，就是我不往下跌，但是我以盘代跌，这样。那第二种状况叫以跌止跌，就是我用跌再去止跌，这样子。啊，不管哪一种啊，其实都代表了前一波这个多头的走势其实已经结束了嘛。所以你问庆农在看接下来的金融股的时候，其实。 呃，虽然我还是认为金融股还是台股中的珍珠，但是这颗珍珠啊，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让它去承受一下最近的一些利空的讯息，再加上在技术指标中又出现了月 K D 在高档集体的死亡交叉，所以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投资人在操作上，呃，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停看听啦、啊 那最好的时间点，我认为应该是等除完息之后，等金融股这一波都除完息之后，除完息之后就会股价就会更便宜嘛。到更便宜的时候，你再去找一个可以中长期切入的点，然后目标是赚二零二三年的除息行情。大家知道过去的金融股很特别，就是除息前会先拉一波，然后除完息之后就掉下来的。所以每一年大概九月、十月、十一月，金融股的股价表现都不好，是因为它除完息之后。 就行情结束了，但是今年我觉得方式可以反过来，大家可以操作上可以反过来。除夕前你就不用太积极的去参与，反而除完息之后，它的股价跌下来的时候，搞不好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一些标的，它可能都已经跌到了便宜的价格。你在这个时候再进场去做承接，去等待二零二三年的除夕行情，那我觉得这个节奏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也是。 庆龙在看待这一波金融股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方向。好，那刚才有特别提到说，其实月 K D R 其实它是一个高胜率的买低卖高的策略。那即使套用在金融股，其实也可以看出庆龙想要传达的一个道理，就是投资越简单越会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那比如说像兆风金，你看啊，这是兆风金从二零二零年以来的股价的走势。那我们看它在二零二一年的三月月 K D 在低档黄金交叉，然后二零二二年的二月月 K，、D、呃四月份月 K D 在呃八十七这边出现死亡交叉。那不管它在出现死亡交叉时候的三十七点六或四四十一点六，你简单用月 K D 指标破段的获利就可以达到十七 percent 或者三十 percent。 啊，比如说开发金，如果你用月 K D 指标，低档买进，高档卖出，那在九块买买进，然后虽然最高你没有办法卖在二十块，但是你卖在十七点九五的话，那你简单用月 K D 指标，波段的获利也可以达到九十八 percent。啊，中信金也是一样，你简单的用月 K D 指标，波段的获利其实也可以来到三十七 percent。看今年中信金出现过两次高档死亡价，一次在二月，一次在五月，但是。 什么时候卖好像没什么差，因为二月卖二十七点一五，五月卖也是二十七点一五，所以呃好像没有太大的差。虽然它之后有涨到三十块，但是也也没有去折损。你用月 K D 指标破断获利达三十七的一个获利的状况。那、啊、另外像玉山金也是一样，简单用月 K D 的指标，低档买进二十三点九五，高档在今年五月份七十六。 死亡交叉的时候卖出，那你的波段的获利也可以来到二十七 percent。啊，最后一档的第一金也是一样，在二零二一年的四月份月 K D 在四十六这边黄金交叉，当时的股价在二十二点九。然后在二零二二年的四月份月 K D 在八十四死亡交叉的时候卖出，那收收盘价在二十七点八。那简单用月 K D 指标波段的获利也可以达到二十一 percent。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节的内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因为 K D 这个指标其实可以很高的胜率，有很高的买低卖高的这样的胜率，所以我投资人可以好好的去研究这个策略。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它出现了集体的死亡交叉的时候，其实常常是这个族群可能这个多头行情结束的一个重要的迹象。那不管是从二一年的五月份的面板，二零二一年七月份的航运股。 二零二二年一月份的 A B F 窄板到今年四五月份的金融股，其实我们都有看到这样的迹象。那月 K D，呃，如果族群性的出现月 K D 在高档死亡交叉，它有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就是以盘代跌，第二种就是以跌止跌。那 没有第三种叫做呃逆势突围的比较少，因为集体耶，如果一档还有可能，但是如果大家一起，那那个意外的几率就会大幅的下降。好，那我们刚才讲这个内容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投资家日报中，其实就有跟大家分享。现在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二零二二年的六月七号的投资家日报，这一至十二是这一天的日报有十二页，那这是第一页。 那我们投家日报是在商周集团的 Smart 致富月刊发行。那我们 slogan 叫“聪明抓趋势，投资看日报”。那在这一天六月七号的日报中，我们有跟大家分享，投资有些时候不用搞得太复杂，因为能够化繁为简，反而可以创造出投资越简单越会赚的效益性。 就像是爱因斯坦终其一生创造出一个简单的公式一等于 n c 平方，不仅彻底改变人类的人员历史，更说明越聪明的人越能简单表达，不需要一堆复杂的公式就能将问题简单化，而且找到真正的核心。此外，武打明星李小龙也说过一句话：“不怕会一万招的人，就怕一招练一万遍的人。”所以，青龙主张投资越简单越会赚。 那其中投资越简单越会赚的，啊。其实月 K D 妙用的投资策略也具备这样子的精髓。一方面，它看似简单到几乎很傻瓜的内容，但其背后能够创造出的投资的胜率与投资的绩效，相信足以打趴市场一堆的所谓的理财达人、专家跟老师。那整体而言，月 K D 有三大妙用，可以衍生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高胜率的买低卖高策略。 那第二就是不要小看族群性的意义。那整体而言，当同一个族群的指标个股不约而同的出现月 K D 在低档黄金交叉，通常可视为这个产业趋势以由空翻多。那反之，倘若当同一个族群的指标个股不约而同的出现月 K D 在高档死亡交叉，通常可视为这个产业的趋势以及由多翻空。 那举例来说，减持财股中的四月与五月份出现月 K D 在高档死亡交叉的标的中，金融股不但出现族群性的死亡交叉，更可视为这一波金融股多头行情的结束的转折点。那在这一天的日报中，青龙举例了开发金，举例了玉山金，然后举例了这个第一金，然后举例了这个呃兆丰金，然后举例了中信金。 然后得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好，这个就是大家目前所看到的这个《投资家日报》的内容。然后我们《投资家日报》内容从2 0零九年逐笔到现在，已经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那我们这个日报的内容其实主要有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投资家观点，第二个是企业动态，第三个是入门教学，第四个是口袋名单。 那投资家观点有些时候是我对于一些产业趋势的看法。那入门教学就像好比刚才我特别提到，投资越简单越好。那我通常用月 K D 指标来教大家怎么用月 K D 来教你去判断这个产业的趋势，或者是一档股票它在高档低档的一些可能的一些发展。那这个的好处就是我们会有非常完整的这些介绍，让你即使是投资的新手都可以很快的入手。 那另外，我相信如果你是投资的老手，我们会非常精简扼要的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精华，可以让你很快速的了解原来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它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效益性。所以这个呃是非常物超所值啊，每份只要四十元。所以如果你对于订购《投家日报》有兴趣的，可以欢迎扫描这个 Q R code。 或者是在上班时间拨打订购专线零二二五一零八八八八。那现在订购两百四十份《投资家日报》的，还可以独家获得八月十二号礼拜五晚上七点半到九点钟，在台北市商州书房所举办的日报同学会的讲座。那这个讲座的主题叫做“哪些好公司会越跌越美丽”。那有青荣主讲，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哪一些的标的。 会是一个接下来大家可以留意的。那我记得在上一次的日报同学会是四月份嘛？那呃八月份这回是二零二二年的最后一场。那、呃、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在四月份的这一场的日同学会中，其实我有分享了好几档，就是我不只是日报有追踪的，我们甚至有分享一些实际的这交易对账单。那其中有一档在当时应该是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因为。 不止日报在追踪，甚至在交易对账单中也呈现出让人笃定、有信心的状况。那这一档，如果你是日报的订户，你应该知道青龙在讲哪一档，是跟半导体有关的一档标的。那这一档标的，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四月份、五月份，甚至六月份，台股在风雨飘摇之中，它的股价还在持续的慢慢走升，它是慢慢的走升，它不是喷出，它是慢慢的走升，甚至在前前几天，它还突破了。 先前的呃高点，对啊，那这个就是再度的强调，其实在这个日报同学会中，其实我们不只会帮大家消化整理过去这段时间青农的一些研究心得，甚至有些时候会在重要的关键时刻给你一些呃足够的底气，让你去面对接下来的行情的波动，对，这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好，那。 如果你对于订购《头家日报》有兴趣的话，就欢迎扫描这 Q R code，或者是在上班时间拨打订购专线零二二五一零八八八八。